痛痛，上面有人在帮他打他，哦，痛痛痛，因为还是很痛。这时候叫小弟，叫小弟出来，来大家一起打，大家一起上，打他打他，扁他揍他，来狂克狂克，各种克，打他打他，哎呦打爆打爆，有没有？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人类都走出来了，出来啊，下来啊。这个下来的是钻石装，就比较尴尬了。有没有？他的东西都在这里，所以他们等一下会去捡装。你就慢慢来。跟你讲，玩这游戏就是要一个心魔，你越着急，哎，那可能就会出事。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里面的人怎么都变成僵尸了？啊，这是一个效果，这会让他们分不清彼此。哦，哎，玩家也可以打到玩家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只是就是你会很担心啊，想说全部都变成坏人的感觉。啊，找机会把他们打下来。哎呦呦，机会难寻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总会有法子的。加油！我的心与你同在。你这样听感觉都怪怪的。我好难过。欸，我们二合一战士，二合一战士。加油！看他在上面，我照样打打，用力打。哎，欸，打爆了，打爆了，有没有看到？是不是？哦，抓好一个机会，哎，欸，不作死就不会死。你看他们都很爱作死。人不作死不成器啊。跟我斗。现在剩下11个玩家，哎，慢慢来慢慢来。我已经杀了8个了。很 OK, 很 OK。现在第六关可以慢慢来。拉垫背。拉垫背。拉垫背。他们现在就小闹闹了，他们都躲得很里面。刚刚死了3个人会怕啦。对，这种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心魔，因为在里面，你确实有办法活下来，可是就会很无聊。对，很无聊。对，那你就会觉得啊，好无聊，我出来打一下僵尸好了，然后哎，可能就会被我们打死。对，就是一个心魔的考验。剩下11个玩家，看有多少人可以克服这个心魔。拿着剑跟他对视一整天。可以的，你看看这边，哦，他把他打下来了 ，nice nice， 队友棒，队友棒，哎，欸，可恶，被他爬上去的样子，可惜可惜，哦，变10个人了，啊，10个人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越来越少人，越来越少人，死掉的人是会变成吸血鬼，对，一咻一咻，我还跳要提升好了，让他们更难打到我，呼呼。看我跳高高，飞高高，会，会，会，努力打，努力打，嗑药，打打打，打打打，用力打，还不死，快死，快给我死，用力，感谢屁我婆订阅。哦，打有点累。现在已经第11阶段了，这种时候呢，我们吸血鬼都有常驻的力量效果，就会变得打人很痛。哦，可是还是要找机会。呜，哦，他直接冲过来打我，哦，好痛哦！哎呀，可惜可惜。哎咻，喂。所以僵尸是你们造的？没有，他那个会自己出现。哦，oh. ，对，我们可以招出小僵尸，那就要花钱钱。哦，oh. ，有点难攻啊，这就是这个关卡难玩的地方，就是他们只要躲在里面，这世界就会变得安全。我现在偷放几个小僵尸出去。偷偷打，偷偷打，偷偷打。全都变僵尸了。但是被打还是很痛啊。10个，再努力杀3个，加油！
加油，伙伴！我们要努力。再三个就达成目标了。对。这真的很难啊，因为他们都守在那里。我很想帮你。看看另一边。我很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。这边更不可能啊！这边我觉得不用打了。这边是三个钻石装的，这个别闹了。只有这台车，这台车还有可能。我那要再努力一下。对，我觉得这挑提升变得不太好用。会，哎，我偷偷进来，偷偷在这里召唤小僵尸，他打我，小僵尸揍他，我死掉了，你挂了。你看这种阶段就是比较尴尬的时刻。在欸，他们人类剩九个人了，所以我们欸，又做到一个喽，再两个，再两个，欸，呦呦呦，感觉大家都在努力，大家都在努力，我们也要加油，这里可以偷打偷打，我还被他反偷打，好贼哦，天哪，小心小心，火焰在烧，很痛。我们要想办法进去，然后偷放僵尸，偷放僵尸。小僵尸不会被他们一刀一枪、小僵尸很痛。哎呦，放出来，放出来！哎、欸，有一个小僵尸跳出去，在干嘛啦？八七，两只都跳出去了。八七，八七，我现在跟他打，努力打，努力耗他血量，虽然死了没关系。队友不间断的上，用我们的命。努力的换，这不是对视拿法吗？抢下他们的手机！哎、欸，幸存者剩八个人了，再一个就达到我们的目标了。哎呦，我们还是很厉害的嘛！来放僵尸，放僵尸！哎、欸，钻石装的就要退了，逃逃逃！目标是钻石装以外的，钻石装以外的。对，都是我们的目标。打打打打打，拖打拖打，痛痛痛痛痛，要死了要死了。所以说，我们所以说，在1分20秒，人类就赢了。对，哎，但是人类只剩七个人了，我们达成我们的目标了。我们也是还蛮猛的嘛。我外面好多僵尸哦。对啊，这种那么多人哦，就是那个谷仓。这个是基本上攻不下的、啊，不要攻这里。那你更小，只有一个入口。对，而且只要有足够的玩家在里面，那里就天下无敌。哎呦，这里哎，我觉得很有机会哦。偷偷的进去。剩三个了，剩三个了。但是有一个钻石装的比较讨厌。另外两个偷偷打，哎，偷偷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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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打出去，哦，又又又又死一个，又死一个 ，nice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来这里偷打他，可以可以，这打得到，这打得到！偷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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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打打打！我好痛，好痛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努力！队友上啊！队友，哎呀，剩七秒了！哎，玩家只剩四个了。行啊，两秒一秒啊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够了，剩四个、啊、刚刚那个应该也有死掉，剩四个应该都是穿那个钻石装的、钻石装就是杀很多吸血鬼，然后钱很多，买钻石装的就是慢慢的慢慢的存钱，对啊，哦，但是那种在这个关卡不好打、啊、但是我们从14个躲好好的打到这样子，够狂了，死了10个啊，不错了不错了。哎呀，原本跟你可以玩一些其他的，可是现在感觉我们还是继续吸血鬼好了。不然一个人玩很孤单啊。不要难过，我的心与你同在。我在这里，讲屁话，永远都不离去。你快离去吧你。我一直都在这里。这关又是车子，我欢迎关。快没玩过的。
那时候。来来来，看看是哪一关？哎，又是车子哎，为什么都是车子啊？我们玩没玩过的。一首，相信他们不缺我一个玩家。一首，他有时候一个时间点就是同一个关卡。一个关卡。哦，这关可以可以。啊、哦。来。希望我们可以当到我们想要的。你要赢了吗？希望。哎呦，反派啊！这个大开杀戒时间啊！哦，要开心玩游戏了。哎，先招出小朋友出来跟大家 say hi。小朋友。对，然后克个力量来进来打这两个小家伙。成为我的同胞吧，成为我的同胞吧，哦，哎，成为我的同胞吧，哎，有个钻石装的，小心小心。这个，为什么有些人一开始就钻石装？他可以去购买。哎，打打打！你看这种史蒂夫还不成为我的伙伴？打打打打打打，成为我的伙伴吧！又一个又一个，史蒂夫怎么那么多？史蒂夫。大家都喜欢当史蒂夫。这边聚集很多人啊，来招呼我的小朋友们。大家都想进去是不是？小朋友们一起来，一起打。打我小朋友，打我小朋友啊！打我小朋友，打我孩子，打我孩子。这还有一个哦，睡，剩一个穿铁装的，没关系，先打那些没有穿装备的。我已经杀了十一个人了。这都 clear 了，十一个人。对对对，这边钻石装的、啊，留他一命，等一下再来打。在哪里？剩下的玩家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来找。火光，这个火光会指引我。指引你。对啊，好像在。迈向成功之路。在这里的样子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已经被他们打掉了，好快啊！剩下玩家剩两个人了，都在这里面吗？钻石装的一个，哦，外面有一个钻石装，就剩他们两个了。现在才第三撞哦，有没有觉得这游戏变得很好玩？嗯，好想玩。这种时候，我都会说，把他当你的老板，把他当你的上司，打他，扁他，揍他。你平常的压力，全部都输压在他身上，了不起啊！我、哦、爆了！我杀了十二个，冷静点，不冷静，不行，冷静，你压力太大了。老板出来，老板在凶，没关系，我们沉着冷静，对，我们现在要冷静。我好像不会那个了，是吗？没关系，让我料理他，这个差不多了。加油！招出我的小朋友出来。老板，我打爆你啊，老板！哦，老板会痛啊，老板！哦，老板在嗑药，老板快不行了。他快不行了，再努力一波。来，大家，老板一直在嗑药，老板快不行了。打他，了不起啊！你的事情你自己做，我才不要帮你做。打他，死掉了。没有，这游戏其实它是很舒压的，可以让人玩得很开心啊。还有一个，你说。你生活压力太大了。怎么会呢？没什么压力啊。我压力太大了。快进去。然后大家一起上，打那个老板，钻石装，有钱了不起，我们穷困人的孩子，你有想过我们吗？打扰你，我赢了，又是算我的，我杀了十二个，所以现在只剩一个，赢了，我们全部都杀光了，我们手上沾满了所有的鲜血。
就比较顺一点，你要不要咬我看看？你要咬顺吗？我可以咬你看看。哦，有吗？有吗？哎呦哎呦哎呦，有了有了。有哎、欸。那我们最后可以玩一个小游戏啊。好哦。我先把分享画面关掉，这样网络也会更顺。啊。